定目标。我要杀了你们！勇士，跟我来。影卫已经开始在神殿附近聚集了。阻挠他们对大家都有好处，更何况他们的首领身上有我想要的东西。英雄，准备好了就说一声，我们随时可以发动攻击。一定要无所不用其极。有消息吗？千万别让目标离开视线。查明他们的动机，想办法阻止他们。他太远。我们会坚守防线，快向虚无要求支援，击倒这些入侵者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敌人还在前进，赶快过去抵抗他们的攻击。谢谢您解决那个阻碍，让我拿到法杖。是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你会在神殿入口附近看到他们的副甲，无牢牢勾勾的想闯进去，杀掉他，我们就能自己去。等你杀了他，我就会负责开启通道。要进去，我需要艾劳米亚，用你新学的能力来开路吧。
知道了。勇士们，等门一打开，就直接杀出一条路去找路拉，我们会紧跟在后。门开了，英雄们，动作快！这些混沌，还有苦难，我之前从来没有这样的感受。纳鲁竟然会陷入虚无，这情况非常罕见。我知道的几个例子都跟凡人有关，这代表什么呢？真是耐人寻味。不过我晚点再来思考，先杀了这个家伙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，他太远了，我没有目标。艾莱里亚，接收他的暗影，记住我教你的，小心。我不在距离范围内。需要吸。感觉如何？声音越来越大，也更频繁了。可是我不会让他们控制我。你要我教你使用虚无当武器，现在你就是那个武器。看来我完成训练了。话别说得太早，我们要测试这股新力量的极限在哪里。来吧。